这个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特级见，为什么不事实相，为什么就枉度人生呢？这个是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因缘，就是佛以一大事因缘降生于世，他干什么？开示悟日嘛。那要开示悟日什么东西？其实就是如来藏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如来藏，我们色身都会生生灭灭，但是呢，如来藏都前后连贯。那连贯呢，我们修行呢，成果都是含藏在如来藏里面。哦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我们想要了生脱死是吗？了解怎么生，怎么来脱胎？那脱死，我们死亡的时候，怎么样脱离这个身体去死亡？也就是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啦、啊？那这个答案当然是如来藏啊，但是你知道没有用啊，你要现观才能够说你是真的找到了。那你如果能够识得呢这个如来藏呢，这个实相，实相就是如来藏啊、哦、才知道生死轮回的本迹。那为什么是这样，后面都会讲到，一一来看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最明显的，唐玄奘就把整个我们的身心世界，我们呢啊，把它分成八个世，那八个世把它定规矩，第八个世是什么状况，第七世是什么状况，第六世是什么状况，前五世是什么状况，他会一一讲得很清楚啊。那这个后面还会继续再解说哈、哦。那这个呢，大家最关心的，我们怎么去投胎？八世归己送，就想啊，借地随他业力生，三界九地，你被倒胎为倒去，随他去，随哪一个去？随着业力去，哪一个随着业力去？第八世，你死后剩下第七世、第八世，第八世会不会做主？不会，他不做主，所以他本来自清清净涅槃了，有清净都无一根，啊，结果呢，第七世一根。他一根呢，他是现世，那现世呢，他会跟这个业力含藏的种子，他就会现起，那现起如来藏就去投胎，所以去投胎的是第八世，但是第八世不做主，所以他就随着业力，所以随他很好，就叫随缘。哎，有的有啦，我的好不容易随缘啦，你搞错了，上求下化，你要随喜后啊，你要上求，要用求的。那、啊、你要度众是你法给人家是随缘嘛，那如来藏呢，哇真好，都是随缘，随他去，所以呢上天下地他都没有意见，但是呢你随着你的业力，哪一个业力重就先现起，那现起的关键在哪里？一根啊，一根就叫现世、哦、好，那后去来先做主公，就是如来藏呢第八世呢，他是最后离开我们这个色身，那最先来投胎的就是如来藏。如来藏就第八世，在受精卵的时候，他来的叫做受精卵，他没有来，那就是没有受精卵。他没有受精卵就不能变成胎儿，所以呢，如来藏是第一个来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身体，所以呢，他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什么主公。第八世才是这个人呢，都以第八世来做标准，他已经来投胎了，所以我们的一生是这一辈子投胎到下一辈子投胎，叫做一辈子啊，包括中阴身都是属于这一辈子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死轮回的时候呢，全部都是依第八世如来藏而定，他投胎到哪里他就哪一界，投胎到畜生你就是畜生，投胎到天界就是天人。所以你看第八世他能够含藏什么的种子，然后他能够随着你的业力呢去投胎。好，所以第八世呢是主人翁，也就是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呢，都是第八世啦。死了到哪里去？第八世。那第八世投胎到哪里去，你就变成天人或者是畜生道，六道轮回都是第八世来以他来做标准，他到哪一道就是你是哪一道了。好，那意识能不能决定？不能啊，哪能打个什么刀台做好野狼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
哦，死掉的时候这个前六处都灭了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还没有这个能力就只有一根跟如来藏。那如来藏是执行业力，那就靠这个第七识来做主，会促使第八识留住这些种子，那就投胎到相应的地方去。相应要特别留意哦。好，所以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呢？主人翁都是我们第八识。那这个三界九地呢，大家基本上都知道，就是五色界、色界跟欲界哈。那这个天道就是四空定、四禅，这些都是，这个都要靠定力。定力它不是借力的问题哦，这个先等一下后再讲。然后呢，欲界呢，那这边就包括有六欲天呐、啊，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。大家随佛一定要三界观念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，要不然你佛经看不懂，这个是最基础的啊。你怎么去三界，哪一界你怎么去，后面会讲到啊。那我们呢，如果寻找这个如来藏的踪迹啊，我想要找如来藏啊，不生不灭如来藏啊，能摄升起的万法的如来藏啊，那怎么找呢？那有方法的哦，今天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像我们瑜伽师地论里面就有一个佛法的架构啊，他写得非常清楚啊，非常清楚里面，所以能够看瑜伽师地论的就直接看，看不懂是正常哦，看得懂的话误会一场哦，所以随佛还是要虚心啊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位阶嘛，对不对？哪有那么容易哦，所以这个佛法架构先搞清楚，就像地图啦，一张地图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做啊，次第修。那次第修有三无漏啦、六度啦、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。小圣相当于小随，中圣就中随，大圣就大随。所以你要明心，就等于大随的录取啦。明心哦，找到第八识哦。那现在我们台湾都是 99% 都是什么大圣佛法。那你没有明心，你看大圣的经典，你会不会误会一场啊？都是误会，都是用第六意识的观念去看第八识，完全都不对哦。好，那这个呢，要厘清佛法架构，那当然呢，就是依据瑜伽师地论啊，这是最完整的。那如果没有办法这么完整，后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哈、哦，好，跟大家介绍。那你看啊，我们要次第，一定要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。次第修脚步会很稳啊，那你这样破参的话呢，你那个智慧容易发起哦。那小圣呢，就依现象界来说，那一般来讲现象界背起来没有用啊，什么叫现象界？来告诉大家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啦、啊、我们这个身体都叫做名色，名是精神体，还有一个叫物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你这个色这个物质体怎么会产生事？好，我们随便讲，我们有眼根啊，外面有色尘啊，颜色嘛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能够了别呢？就透过这个受想行识。我们这个眼根是不是色法？对啊，是色啊，就是那个物质，那个色也是物质啊。那这个物质跟物质，那中间怎么会变成事呢？其实呢，这个都是有如来藏在里面运作，但是我们就看到表面在三界中的运作的部分。所以你看啊，为什么五蕴呢比十八界重要？它这边有涵盖你的根尘相处，透过受跟想跟行，你才会产生事。受就是领纳到那些资讯了，然后再去想，想就是了知。啊，了知更细，就是继续去了知更细，然后你才能知道那个是青黄赤白。这个有没有很重要？很重要哦！大家随佛，很多人都没有留意这一点。那、啊、你讲背起来没有用啊？小圣一些现在我知道，啊，知道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在讲这个哦，这个哦，啊，就是后来再加上去哦。觉得不加上去，大家可能不了解啊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就是因为小圣用现象界来观察。那所以呢，用四正地苦集灭道，那苦集灭道四正地很好啊。啊，问题怎么用？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，无常苦空无我，就是无常啊。因为无常所以是苦嘛，是不是？
啊，后面就通解决了。我以前参禅就喜欢呢、啊，哎，就无常无常，对啊，看到的都无常，看自己无常，什么都无常，对不对？那个贪啊，贪爱就会比较渐渐会舍掉，不牢靠啊，永易爱河啊，问题爱情都不永高，对不对？都不永易嘛，对不对？不牢靠啊，啊，所以呢，想一想啊，这个也不可靠啊，所以就对这些执着贪爱会减轻。那断三界烦恼啊，怎么断呢、啊、其实你就贪嗔痴慢疑，贪问题都在贪，你贪减少了，你就贪不到就不会去生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贪为什么那么贪？因为我搞不清楚它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非要得到不可，要不然就生气划不来、哦、好，那如果能够断这个贪嗔痴慢疑呢，他就能够证阿罗汉。贪嗔痴慢疑是在贪哪里？是贪三界的东西啊。啊，我喜欢三界，我就离不开三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移民到国外，就是我觉得外面比较好，我才要离开啊，要不然我就是住得好好的啊，是不是一样的？我觉得贪三界非常好，我就不想离开啊，不想离开你就出不了三界，阿罗汉蠢息蠢化啦，我都不爱大三界啦，对不对？他都不要啊，啊都不要，他就可以处理啊。啊，你以为讲一讲就大断贪吗？没有，你要实际上要做到啊。啊，做到你要念念习啊，你要自己教育自己啊。啊，这个都是无常啊，所以不可爱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无常就是苦，啊苦就是因为大家去贪啊、急啊，都贪就会急嘛。啊，所以这个要叫苦集灭道。我们大概讲一下，因为终究不是上课啦。如果这个要讲的话，可能要讲的十堂课还讲不完。好，那中圣呢，他又更进一步，他有十二因缘，他除了色受想行识，他也是在现象界哦，但是他除了色受想行识之外，还有周意处受想思在里面。好，你自己看十二因缘里面，前面无名行识，这个是说过去式。那我们这辈子从哪里开始？从名色，名色知道吗？就是开始有我们的受精卵啊，就是有物质，就是有色，名就是精神体有物质，就是说受精卵开始，第八世第七世已经开始进去了、哦、然后呢开始有六入，有六入的时候才能够有触啊。请问啊，我们看到东西，我们眼珠能看到东西吗？现在科学知道是视觉神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麻痹的话呢，把你麻痹掉，你就看不清楚啦。你睡着了，眼睛还在啊，背后亏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睡着了，后面收音机他听得到吗？听不到。所以表示了别的是在这边啦、啊、在脑部，叫做剩一根、哦、以前叫做、哦、好，那这个十二因缘他已经讲到这个部分，难道这个怎么运作呢？为什么你能够了别呢？就是因为你有触啊，然后有受，啊受之后呢，这个受的境界，爱就是因为你有想啊，了之你才会有爱啊。所以重点在后面这个爱取有，一般要断呢，都是从爱取有这边断。你如果能够从受这边断，当然很好；从触这边断很好。一般人没有那么厉害啦。所以你看，一修就是修断贪爱，这个断烦恼是不是贪的贪嗔痴？第一个就是贪，都是从这边断啊。他断了就斩断啦、啊、他就不会啊呢流落又去循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没有爱的话，这个有爱经没有从这边断掉的话，就不会有后面取跟有。好，那这个就不会有下辈子的生老又被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二因缘他是从这边断，还是要断烦恼，所以他一样的就从断烦恼。那这个当然呢、啊、如果从十因缘来看，就是四，从四边开始断，你就是要入胎四，有没有第八世有进去了，你才能够升起这一辈子、哦、啊，这个也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同样都是断烦恼，但是他为啥他就中圣，他比小圣又更厉害一点哦，因为他已经有讲到五遍行的这个部分啊，处周一受想思、哦、这个五遍行后面我们再讲啊。那这个大圣佛法呢，就分两部分，一个叫波若，他叫总相，第二个就唯识。那唯识他就这边就细分的更多了，受意处受意受想识，就五遍行。第八识就是透过五遍行才能够辨
升起万法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啊。第八是不能，所以他有心所有法、哦、这个后面会讲。所以你看他两个就是有不一样的部分，大圣的实相现象通通要观察，所以叫做大啊。我小学的东西不会，我哪里叫做大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现象界也要观察，那实相界能够观察，你就含摄两个法。那这个般若空就是本来自性清涅槃，它本来就清净啊，清净当然就是空哦。啊，那唯识呢？它重点是在你如来藏如何能够升起万法，这个才是重要啊，这个才是重要。那这个呢？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那大家都常听到啊，我们常在听到外面常讲一句话。华严经叫什么？有一句什么？现在想不到，大概机缘没有机缘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这是一个理啊，是一个现状啊。但是它到底怎么生，这个才是重要，你才能够观察到它啊。你只有知道那个理论没有用。好，下面告诉大家，什么？直接生六根，六根，我们。受精卵是不是先出生我们的身体？那我们身体就有六根啊，眼耳鼻舌身，有没有？包括大脑都有啊。然后间接生六尘，你要观察东西，你就会接触啊。那这些接触的时候，我们能去观察外面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们是在内相分啊。那外面的东西如果跑到内相分来，是如来藏帮我们把外相分转成内相分了、啊，就内六入，内六入啊，是这样来的啦。那些讯息哦，它不是一朵花就把一朵花跑到脑筋里面，不是，是把那些资讯传到里面去，然后我们脑神经就剩一根，有没有？视觉神经去接触它，那这些功能呢，都是如来藏，直接生、间接生、辗转生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根尘相触呢，根尘相触产生识。请问啊，谁生？还是如来藏帮他生？嘿，生一根不能升起这些眼识啊。这个观念要先建立，要不然你佛法学不好。很多你会根尘两个就成产生识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是方便简单说啦。没有第八识通通不行。要不然你看啊，睡着了讲够了吧。你眼睛张开它还是没有办法产生事啊，耳朵睡着了耳朵还在啊，音乐还是听不到啊、哦、从这边你就知道、哦、佛法的厉害就在这个部分哦。好，那一般来讲就用五味白法，五味白法来说明。那五味白法大家背起来没有用，你要会用，你这个心王透过心手才能够产生色法啊，然后这个三个运作才会心不相应行法，然后五味啊。那这张表呢，就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写出来。心王一切最胜故，这边的心手呢，与此相应故，就是心王透过心手法能够成色法，所以这色法就是二手现影故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来藏呢，是透过心手，如来藏啊，第八识，透过五遍行，然后把外相分转成内相应，就是外六入，内六入。然后才让我们的圣意根里面的眼耳鼻舌身去面对这个色声香法，然后才会产生色法这个影像，然后里面看的跟外面看的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开车呢看到危险就知道转弯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就撞上去了、哦、这个都是如来藏帮我们提供，然后这一切无畏白法全部都是如来藏所升起的啊，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，没办法细说。那这个不叫德呢？为什么心不相应性啊？三位差别故，这个三个在运作的时候会有德，啊，为什么取不是呢？取德嘛，取德是两个是合在一起啊。这个大家弄一个功课回去看看，想一想为什么这样？那为这个方、时间、空间、时间、数量，为什么它是心不相应行法？啊，明明我们都在用啊，这边有几个人啊，为什么？回去想一想，这个问题很深哦。
所以这张表呢，是要我们一直修到什么初地。啊，现在我们没有初地嘛，看不懂，正常哦。再跟他安慰一下，好，嗯，那这个呢，经是普传的，但是方法呢，佛陀另外别传，叫做啥？传佛心印，教外别传，教外不在教科书上，方法掌握在另外一个方法。那这个呢，就我们常在讲，千里寻迷失，万里求果觉。你经典看没有用啊，像一般三一命相卜，你不是他的门人，你拿到他的书，你看得懂吗？看不懂。因为古代没有专利权，大家会讨灾嘛，讨恶力灾哦，讨恶你不是他的，你没有用啊。比如风水上啊，一房刷二房哇，三房四房遮有垮，立起来没有用啊。什么叫山？什么叫暗？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只有风水书就这的书籍就这样啊，那一样啊。佛法比他更厉害，哪里没有保密的手法呢？有，就是靠什么？教外别传。所以你佛经要看得懂的关键在哪？大乘佛法，你没有明心，一定看不懂。看得懂，跟你打包票都是误会异常。所以你如果佛经看得懂，你公案应该看得懂。公案是教外别传啊，但是他可以用佛经来印证啊，都是一模一样哦，绝对不骗人，佛不骗人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不识得这个不生不灭实相呢，就枉度人生啊，因为我们不在主体啊，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我啊？那所以呢，参得禅，参得贤嘛，好，何得为参得贤？证得这个实相呢，你就知道真妄嘛，这个第八识才是真嘛。啊，那呢，五蕴十八界是七世人要用的啊，妄的是啥？台语讲啦，妄用妄用嘛，不牢靠嘛，这辈子让你用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那咱的钱够了啊，然后呢，咱就免惊险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就行有余力，则以随文嘛。啊，人讲，咱呐讲衣食无缺，唔能够去奋斗，啊，是讲咱有用，咱就加减来学佛，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啊！啊，那你如果破参之后要转依实相的如来藏啊，啊，怎么转依？哦，咱拢听老师讲转依啊，转依什么转？转依如来藏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啊，它是清净体性，它有没有贪嗔痴慢疑？没有啊！啊，你看贪嗔痴慢疑，啊，那不是你嘛？啊，不是你，你何必要计较？啊，若计较会丢，大家嘛要计较。我嘛做想要赚钱呢，啊，无法度啊！啊，股票买伊就是买倒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跟福报有关呐、啊。哎，人如果会强求，大家嘛要强求。你如果强求得到，会什么？透支嘛，去给银行借钱，不是抢劫哦，给银行借钱，人家爱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既然找到第八识如来藏，转移它，我们就不会一世的这个五蕴身只有一次，不要去追逐现象这些无义财色名食睡，能够富贵的是安尼嘛？财色名食睡，哇，大行拢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过分的追求就没有必要了，哦，阿难的这方面满足了就好，哦，所以不要过分的追逐啊，去造恶业，重点是不要去造恶业，过用就好，好，那你想想看呢、啊？我们将来的到各地去投胎，都是借地随他业力生，我们造的恶业，那这个呢，投胎就到三恶道去啊，划不来，还是要还，哦，这个八识规矩颂都帮你定下来了，哦。好，那想要投胎的时候呢，人呢前六世都已经断灭了，那如果没有断呢，你舍得离开吗？离不开，这个身体我、哦、很好用啊，我去洗一下大好牙狼呢，不爱照不行，你断灭掉了，是不是第七世第八世就跟着业力在走了？对呀、啊，哦啊，所以你看看这个离不开，离不开，没有这样还走不了的，所以为人是不是在往生的时候会比较快，有的比较慢。哎，那一个金孙没得来，拖过来，过来几多？嘿，啊，就等下金孙在看见啊，目睭较开，能够让讲西北较管开。
有没有这种现象？有，古代的人很多，现在比较没有。以前交通不便，他挂心啊，哦，就是那个意志力很强啊，哦，这个意根哦，不要不敢管系哦。好，那你入胎的时候呢，前六十都已经灭了。啊，若不灭，我就讲啊，大家拢要找好家人，对不对？看门槛较大啊，户顶较悬的吼，以前讲这门户嘛吼，好，门当户对，好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说你如果是想要说比较简单的，就是佛法架构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分，从这个佛法里面的胡跟会，那比较简单的，这个不是很精准的，但是对大家学习佛法，整个佛法架构起来，你次序就不会乱掉。这个是十几年前，这个是我所创的，听说网络很多有这个，跟大家报告，这个是我原创，啊，这个是我教谁，我为了教谁把佛法整个架构填了，但是这个。没有很精准的跟大家讲，这个六度是互色，但是呢，把所有佛法理先把它弄起来，佛法就包括修福修慧嘛，两出生。啊，这个福呢，三界里面的法都是福，出三界的能够出三界的才是慧，对不对？所以四乘八定你怎么修都是福，出不了。那福里面呢，我们把你看三界界定，界定里面呢都属于福业，因为它在三界里面。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用到这边，那是另当别论，我们都讲一般、哦、可以听得懂了。那会的话就分成三种，那这个里面又那大乘法，这小乘是界定位就可以了。大乘呢，因为要成就广大的福德，要修福跟慧，所以他在要有一个布施，等于他的前行啊、哦、他的加行。好，持戒要持得好，你要布施啊，你哪做贪的人，贪都贪不来啊，持戒怎么会持得好？不会啊，你管你去帮忙人，对不对？你那个贪就比较低嘛，比较低那个戒才持得好啊。那持得好呢？啊，你想要有禅定啊，啊，你哪气崩崩，打行拢被干涉，有无？你哪有定力？所以你要先要忍辱啊，爱能够安住啊，忍辱是安住，安忍的意思。啊，你有安住的话，你才能够继续前进嘛，精进嘛。对啊，你不是安住底下定定尔，你还要一边安住一边往前走，你的定力才会成片嘛，定力然后禅定就成片嘛，自心一处的成片。啊，你要成片，你都能够成片参禅，你这个般若才能够现起，开当垂掉啊，你来参美啊参，迟早和你参掉啊，参不掉想不毛定力，对不对？一定这样啊。好，那你看看啦、啊，你若是持戒呢，顶多。持五戒就到人生，那你十善呢就到异界天，那你想要到色界无色界上不去，一定要修禅定，出禅就有出禅天嘛、哦、这个理上大家都知道，就知道说哎，你修哪一个法会走到哪里去，你有一个目标，你中计嘛，知道你这个可以走到哪里去。好，那这个会呢就有三圣，就有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。那小圣刚刚有介绍，中圣介绍，这个菩萨道这边介绍一下，就爱参详明心，找到第八识，你才知道般若这个种相是在讲什么。比如你垂着只要掐，知道这个叫般若种相。然后唯识，就是每一掐掐，方向盘有什么功能，轮胎有什么功能，就是有各种功能啊。那这个是悟后要起修唯识。然后呢，才有这个方广可以度众圆满呢，那的华严世界哈，那个很重要的次第哈，这个架构让大家知道。啊，那这个三无漏呢，刚刚已经都有讲过了。那你因为透过修行呢，你才会相应往生到你的地方去。你得歹代志别做嘛，但讲好代志加做吧，歹代志减做吧，那你投生到善处去嘛，啊，那唔才叫做修行。哦，好，那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呢？就是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；五蕴悉从生啊，然后呢？啊，无法而不造。前面那两句听起来很舒服，没有用，后面这个才是厉害。那为什么后面都不讲呢？五蕴悉从生，你若等到学生卡提了，哎，老师啊，五蕴都从他生啊，怎么生？完蛋了，所以后面都不传啊。然后呢，无法而不造，
所有的法都是第八识造作出来的，他怎么造？所以你看啊，前面都那个，我刚才想的就想这个啦。啊，讲到这边哦，可能要让你们知道，他就跑出来，因为我不会背书啦。是在昨天哦，刚好有人问我问题哦，我刚好看到这一句，啊，今天就现买现卖，哎，这个很好啊，刚好大家有这个因缘嘛，好，所以这个我因为三界唯心万法会是出现三次，有的人你重复了，不要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从不同角度讲，好，各位看看，所以你看看呢、啊，第八识它是指能够含藏各种业种，持各种业种，那、啊、你所造的业，伊拢该保存掉嘞，哦。啊，所以喝熟攀熟逃不掉，逃不掉哈、哦。好，那这个你看修行里面呢，小圣阿罗汉、中圣圆觉呢，都是第八识独自的状况，前七识都断掉了，才叫做涅槃。那大圣法呢，就是现观啊、哦，复习一下，现观什么？现实相界跟现象界，实相的是第八识。现象界的第八识所升起的前七识都叫现象界，它的成就世间法，出世间法，出世间法就是正第八识，世间法就是八个识都具足，所以许文海里头人间最好修行。好，那修福修慧呢，就自利于他，一直要成就佛道。